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我是你们的老罗叔叔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频道啊。上两期大家都看过了吗？第一期是介绍欧洲的云桌面设置教程，第二期是介绍在欧洲的云上我们安装自己所需要的 Windows 10的教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觉得好，请给老罗点个赞。我今天又带着我的小伙伴格林奇来和大家聊一聊，本期我们将介绍免费的国际顶级域名的申请，请大家仔细观看。好，言归正传，说干就干。大家好，在这期视频当中，您将学到一分钟免费申请国际顶级域名的教程。我是老罗，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。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，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。数字生活，关注老罗。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，罗叔，我刚知道您的频道，错过了很多精彩，怎么办？那觉得好请点个赞，觉得可以请订阅一下，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，实时推送小铃铛，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。好，本期视频是讲一分钟申请免费的国际顶级域名的教程，还是分为准备这五个部分啊。网络，任何网络都可以，邮箱，任意邮箱，但最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邮箱啊，国际邮箱 Gmail 啊 Outlook 比较好一点。需要一个折扣码，这个罗叔也会在视频中提出，就是一个时机啊。在注册过程中啊，可能会出现不适用的情况，所以讲呢，请在这个人少的时候进行操作，很有可能罗叔视频一发，很多黄牛就开始来弄这个东西了，所以大家选择好时间啊。第五个是耐心，耐心就是很重要了，一直在提，对吧？等待也是一种耐心，不断的摸索也是一种耐心。最后这里友情提示一下啊，网络任何免费资源的注册都有其时效性，在使用上有其局限性，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。我们在此仅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，如果要完全满意，你可以花钱购买收费资源，我们在这里表示理解。这里要注意一下啊，对于本频道的所有视频，根据时效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的评论，用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的情况，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啊。我们先打开这个001.freak 网站，输入安靠横杠罗啊。好，就帮我们再仔细搜索了，看看有什么域名。我们记住啊，我们是要看.bf 这个结尾的啊，就这个是免费的啊 ，boyfriend 啊，男朋友啊，这是顶级男朋友网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能看到这个界面，能加入购物车啊，那就说明是可以的。我们打开我们的 Cloudflare， 把这个 anchor.bf/boyfriend 这个网站给它绑定到 Cloudflare 里边去啊。我们用这个免费的套餐，其实这是一个非洲的一个网站，非洲兄弟也为我们做贡献啊。好，我们把这里边的 name server 替换掉啊， NS1 和 NS2 替换到你自己的 Cloudflare 里边的提供的两个域名服务器啊。好，点继续。好，这里就要填免费的代码了啊， free bf 免费男朋友啊，点一下。好，好了，右边看到000啊，非洲的货币啊，不用钱了。好，点一下绿颜色，这里要填一下你的个人信息。其实看不懂可以点上面的语言啊，有中文啊，虽然是繁体中文也是中文啊，大家这里就随便填一下吧，电话呀、地址呀都无所谓，密码要注意一下密码的复杂度啊。好，都无所谓啊，勾一下，点完成订购。好，会给你一个订单号，有订单号说明就成功了。进邮箱看一看啊，四封邮件都从001.africa 里面出来的，订购日期、一年免费用啊、结束日期都有，包括还给你一张这个 PDF 的一个发票啊，零元啊，零应该是非洲的货币，都是零元，因为输入了抵扣代码嘛，所以现在是零元。看看 invoice 啊，发票，
反正也是一堆乱码吧，一年免费还是比较好的，这个随便用用，对吧？很多人喜欢顶级域名，找不到，正好我们的非洲好兄弟给我们提供免费域名，我们就拿来用一下吧。反正有一年算一年，好过没有，可以绑定很多东西了。大家之前各种各样的 Cloudflare 的玩法都是分为有域名和不用域名的，对吧？ HTTP、HTTPS、 HTTPS 就是要用域名的，所以正好就可以实操起来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 Cloudflare 里边邮箱是验证激活了，发票也收到了，但是还没绑定好啊，对吧？那稍安勿躁，耐心很重要。其实老罗操作了一下，大概25到30分钟左右，现在还是 pending 啊，就等于是从非洲好兄弟那边还没有绑定到 Cloudflare 里边来，这个还需要一个过程吧，半个钟头左右。绑定之后就可以用了，我们就可以在 Cloudflare 里边解析这个 BF 男朋友域名。你看好了啊， Great news 啊，半个钟头之后啊，绑定好了，这样就方便了。我们在 Cloudflare 里边开 Active 啊，激活了啊， BF 域名已经被激活了。好，这个就不普及怎么介绍怎么用了啊。 DNS 里边加一个 Record A 记录，随便我们测试一下，打三个 W， 输入一个 IP address， 对吧？上面都有写了，3ww.ancl-lo.bf 解析到哪个 IP， 对吧？好，确认一下啊，激活还是很爽的，有一年算一年。我们再看看 Cloudflare 也收到了邮件啊， status active 啊，我们刚刚申请的 ancl-lo.bf 这个域名它讲已经被激活了啊，已经在 Cloudflare 的这个免费计划里边被激活。好吧，谢谢大家。